我是李岩。今天呢，我老公出差回来了，5点多到的，然后我让他自己去坐那个城际高铁到郑州东站，再从郑州东站呢打车回来。不要问我为什么不接，因为那个点5点刚好是我女儿放学的点，如果我去接她回来，我女儿至少一个人在家待一个小时，不太安全哈，所以就是让她自己回来了。成年人嘛，今天呢准备去外面吃饭了，吃个烤鱼，因为到家的时候7点了，她来不及去做饭了，也来不及去买菜了，干脆就吃外面吧。我已经到了，我老公还没到。走吧，姐妹，咱们先上去点菜，走吧，走吧。我本来说好要素颜的，然后还是化了个妆。素颜今天太邋遢了，毕竟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嘛，今天很憔悴，所以呢，化了一个很淡很淡很淡的妆了。爸爸没回来，你们想不想爸爸呀？不想。啊？为啥？爸爸老是抽烟，臭死了。想爸爸，我要。你想爸爸，一个想爸爸，一个不想爸爸。走吧，我也想爸爸了，就甜甜不想。那我一会儿告诉爸爸说你不想他。自助爆米花，一起吃，放到中间一起吃。好，可乐，来干个杯吧。珊珊，干杯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好像看到爸爸了，在这儿。想我了吗？没有，一个想你，一个不想你。那里面啊？你穿这样去广东热死你了没？姐姐不想我。这已经是门口的位置了。你就带了一个公文包吗？充电宝在那个。带我以为你已经确定要做那个项目才去，那你没确定，你去去干嘛？去的爽啊，看这美女看爽啊，花几千块钱去看美女爽不爽？放里面吧，不要放。分一下吧，分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拿走，不然他放了碍事，可以吗？不要，我自己弄。我不要他分。有点我觉得好吃啊，你不觉得它好吃吗？这样子一点一点弄下来，它才不容易凉。它一起弄下来都凉。它就是这样烤的呀。已经都烤完才拿出来放着嘞，要不就放凉放凉，有事吗你？这样吃才有仪式感，知道吗？走吧，就得自己一点一点弄下来。好想盖字，盖字不够有仪式感。你做饭更有仪式感，因为我这两天都在家做饭，所以今天不想做饭了。他现在，我老公又在跟我公公说手术的事情。鱼也来了，这家好像是明星张一山代言的。还不错。吃吧吃吧，爸爸在讲电话。我的包，我的包不能放你那边吗？光盘行动，然后吃不完的打包回家，明天煮面。准备回去啦。电影院，下次再来看。看路。要不要逛一下呀？你有这么着急回去吗？你早上几点起来啊？
那你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呀？这有啥好干？逛超市，逛超市，你慢点点。爽死！吃完了，回去了。终于到新疆。我们家小王说他今天5个小时没抽烟，快要死了。5个小时没见我都不见得这样子。今天不抽烟你就快要死了。我帮你拍骨尾，我给哀求。试一下我的新手机支架啊，卡在这个车窗这个玻璃上面的，怎么感觉镜头怼得太近了？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已经要回去的路上了啊。你昨天晚上那么晚才接视频，就接了10秒钟你就挂了，那个床还那么凌乱。咱俩是互相查岗吗，小王？我查你。那我查你啊？那你几号去深圳啊？我定的。那我也想去。那我妈来了，我就可以跟着你去了。不要，我想跟你去。咱俩的二人世界，懂不懂？你最喜欢跟我二人世界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妈要是五一来的时候，你妈睡你那个屋，你就得来跟我睡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妈跟甜甜睡。你会来？你为啥那么肯定你妈不会来？秀美高，秀美高，你也去得两张哦，小王。甜甜会唱吗？秀美高，秀美高，你也去得两张哦。想不到，想不到你会跟人跑。我说那挺多车位都没卖出去的，还每次都有车停。我们回家了。帮忙拿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回家了。哦，我还没锁，钥匙在我的包里面。他车首付不是才10000吗？然后月供是4000-5000一个月是吧？要不咱们买一个车位？够了，可以。啊，买吗？买车位也不划算啊。哎呦啊！他们这个不是16万一个吗？哎呦啊！要吃啥？你给我。你这衣服有哪个香水味啊？我自己喷的。你身上有别人的香水味。哎呀，你们两个，我感觉我想你了，小王。找你啊。想拿。散步给我拿个快递，然后买个刷子。那个洗衣的刷子妈坏了，你肯定不是要去走走，你干嘛换了一包烟？那你刚刚我是带去的。你要带去哪里啊？行，那你带他去，我收拾一下。等一下，那快递要买一下，然后那个洗衣刷拿一下，知道没啊？莫忘随撒的，你去超市买，我管你的了，我不管。发现我老公有什么变化没？我也看不出来，所以录个视频让你们跟我一起看。真的是，好了，现在我要先收拾一下家里了啊。感觉有点乱，然后我女儿的饭盒都还没洗。这期呢就先跟你们分享到这边了，下一次应该是分享的就是我女儿去医院啊检查，还有一些住院什么的。因为刚我公公呢今天一天都在跟我联系，就是他这个手术的事情啊，因为具体还是要看医院去检查，到时候查个 CT 照一下就知道了，我们也不太懂。所以呢，就先这样了，记得还是要关注一下我啊，拜拜。